觉得后摇滚就是做摇滚乐不做的事，然后不做摇滚乐做的事。我们选九阳哦，搭配无限春光在险峰，就是关于一些成人在那个山峰上的一些帅的那个成人效果。然后我们的歌也分上下部。大家好，我是 Mass Man。后摇滚对我们而言就是前摇滚的相反。那什么是前摇滚？前摇滚就是后摇滚的相反，就是右摇滚的相反。选的电影是《侏罗纪公园》。那我们在写完《蜈蚣》这首歌的时候，觉得它有一个很鲜明的动态，就是有一种在爬行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就觉得它很适合配这样的。但其实一开始我们挑的是人形蜈蚣啊，但因为人形蜈蚣也太热情了，还是觉得导演有一种爬行的感觉。好。摇滚相对于其他的音乐算是比较隐晦的，这样就是一种乐器的演奏，有很多种表现的方式，有点偏向一种配乐的，所以跟这次有一个跟电影搭起来的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，是一个很棒的载体。这次选的电影是岩井俊二的《青春电话簿》，那我们配的音乐是《Catcher Number Two》，那是一首比较哀伤的歌。那我们选择的歌是比较忧伤的，比较没有那么快的步调，所以我们觉得跟这部我们喜欢的电影很搭。